大家好，我是法国寿司哥。今天我们来分割一条鲳鱼，我们先把它的鱼头取下来。鱼头，今天给大家剔一个鱼鳞，直接从它尾巴的位置往前推剔的。这样的话，这半边的话就大致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分割。我们先简单的拉一刀，肚子继续拉一刀，背部我们直接推上去这个。现在我们开始给它进行一个分割。厨房中央，刀卡住它龙心骨的位置，往前推，上半段。现在我们把上面的肉刮一下，刀锋微微朝上，往前推，我们今天直接分割这半条。我们先把它的鱼刺拔掉，顺着它背部的纹路方向拔即可。现在我们把垫在下面的纸巾给它拿掉，翻过来。现在我们把它的内排取掉，刀放上去，一刀拉过来，尾巴来一刀推上去，肚排贴着它的骨头，我们先拉一刀剔下来。剩余部分按住这里，直接丢到它肉和脂肪的一个分界线即可。现在我们把它剔下来，这样的话一个内排已经处理干净。现在我们把它的鱼皮去掉，对吧，以它中间这条筋为分界线，我们一分为二，这条筋我们先把它剔下来，取它的鱼皮、脂肪和肉的一个分界线对着自己割进去，半拇指顶住鱼皮，一刀拉过来。现在我们快速的把剩余部分全部处理出来，这样的话，半条鲳鱼的一个分割已经完成。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观看。